大家好，我是007的林树，记得要支持我，然后投我一票啊！我是007 ，Thank you。我要竞选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 try 一下做领导人的那个机会，然后真的是很希望我可以有这个机会，然后我想要带领这个团，我就给他就做更好啊！我很想要竞选的职位是总务，然后希望你们可以给我这机会。我要对大家讲的话就是，我知道这个团每个人都很厉害，然后也许我不是这个团里面最厉害最好的那个，可是我会尽自己的本分尽量做到最好，然后我希望你们会支持我，然后给我这机会，007 啊 ，Thank you。